你看，那不是拜佛哎，那个壶里面的水啊，灵体啊，附在水上面呢。露天铁笼围成的地方有，里面有一个四壶，叫做兵马俑呢。兵马俑是角头公社的卫哨站呢，卫哨站。因为这个在整修中，所以现目前供奉在外面。啊，注意看啊，有湖，不是拜那个湖，是湖中有水啊，灵体祖先灵，祖先的灵就附在那个水上面，所以是拜祖灵了哈。所谓的卫哨站，卫哨站，卫哨站，就是正前方镜，现在镜头正前方，正中央，这个地上啊，铁笼，露天的铁笼围起来。那里面放着四壶，我看到那个壶，壶里面有水，然后有放那个，可能是一种植物叫蔗蓝的蔗蓝。那个代表兵马俑呢，平埔族的兵马俑的代表，就用一个壶里面装水，然后有放蔗蓝。外面那个是牧草吧，长长的都已经干掉，那个是牧草吧。兵马俑卫哨站呢，哈。可能类似汉人道教信仰的庙的旁边的五营啊，中营李将军，东营张公胜者，南营萧公胜者，西营刘公胜者，北营连公胜者，五营将军哦，平埔族的是公社哈，公社的是祖灵的信仰崇拜哦，祖灵信仰的意涵哦。它是各姓各大姓的哈，每一个公社有一个家族的姓氏的负责。这里东南公社是由姓张的家族来负责守护。这公社有守护哦地方角落的那种意义啊，是灵界方面的守护啊。这里有东南公社，另外还有东公社、中央公社、西南公社。可能还有一个西北公社吧，你看看，还有猪头壳呢，还有竹子呢，弯弯的，那个代表竹头，你看，弯弯的那个代表权杖呢，权杖。弯曲的地方就像桥一样，要叫跳桥，跳舞的跳，桥梁的桥，跳桥，都是那个灵体出入的那个路径呢。猪头壳是代表什么？可能还需要研究啊。壶现在有看到，摆在正中央正上方的两个，然后拳头，权杖，类似龙头拐杖那种权杖的，那是竹子的。也有一个，然后兵马俑的，也有一个，我看到四个壶，不是拜那个壶，是壶里面有水，啊，灵体又附着在水上，祖灵也附着在水上，是拜那个灵体啊。兵马俑是角头公社的卫哨站啊，那这里叫东南公社，阿利姆的神明叫杜拉那，管东。门的南方是他们的祖先的神呢，阿里姆。另外还有巡查神，这个公社目前由张姓的族人负责管理。哦，旧的图片是旧的，是这样的哈。现在的整修把它移开了，那猪头壳嘞？代表什么？看右边的图，有看到猪头壳哦，原来猪头壳是这样，就在那个祭坛四壶的上方啊。那个拐杖状的上弯的竹头节叫做跳桥，
吊桥是巡查省领兵进出之管道。哦，巡查省领兵进出之管道啊，跟巡查省有关系啊。正式是供奉那个阿立主的。这样看过去，哎呀，看到那个垫高的那个地方，应该就是正式供奉阿立姆的了。要放那个符，还有上面还放猪头壳。另外旁边可能是放那个叫做跳桥的，那是像拐杖形状上弯，上面弯的竹头节，那是巡查省领兵进出之管道，供阿立姆，另外还有供奉巡查省，巡查省要守护地方。还有这个画。